好像呼吸新鲜的空气这样子。诶，真的吗？好像很突然这样子，可是 OK 了，就是等了很久嘛。对呀、啊，现在可以，如果需要的时候就可能在室内还是会戴，但是到室外就可以去欣赏花啊、海啊、沙滩啊，这样子很开心，比较方便一点吧。现在就是天气热了呀，然后呼吸也比较舒服一点。这边看到还是大多数人还是戴着口罩的，所以还是自己还是戴着了。人多的话就用啊，但是人没有很多的话就可以不戴。然后我看到我的 IG 很多女生也是买了口红可以用啊。